嗱，李柱銘呢種咁嘅主觀願望一廂情願，而家俾人說成係漢奸賣國賊吳三桂。香港啲報紙除咗一張局撐佢嘅《蘋果日報》之外，全部都喐李柱銘嘅，包括我哋覺得都好公正嘅《信報》，都認為李柱銘唔啱，係咪？激起民憤，民咩憤啫？連媽媽都去邊度揾民憤啊？我阿文我唔知幾 happy。不過我憤咧就係憤怒有咁多義和團，係咪？係民建聯憤，唔好意思，呢、這個民憤係民建聯憤。你唔好以為傳媒做咗個假象出嚟就激起民憤。喂，你訪問嗰啲人咩體育界人士，噏一句就寫人哋七句，係咪？所有呢啲都係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咩民憤啊？香港報紙全部俾共產黨控制曬啦，共產黨唔控制佢，佢自己抹開個啰柚，係咪？一樣啫嘛，冇分別㗎。佢唔使直接你控制，咁咪夾高咯，又咪一樣，係咪？全部都係啊！我而家話俾你聽，你聽下朝頭早周融喺度噏乜？聽下商台嗰啲人喺度噏乜？係咪？一講呢啲就以為民族大義，你民族大義得過我？係咪？我哋係時時刻刻，每一分鐘都諗住祖國嘅利益。我而家話俾你聽，唔係好似呢班契弟踢爆你。就是因為胡錦濤在十七大政治報告裏面不容許有外部勢力干預港澳的事務，這個不單止是外國勢力，是外部當你外人呢，哥哥對不對？你不單止是外部勢力，你還要引清兵入關、哦、叫啊，即是喬治布殊是清兵，然後叫他入關，人家參加奧運，哥哥他不是大飛出兵大炮去嘛，是比而不論仲振振有詞，跟住呢個曾憲子，李柱銘佢聾嘅，李柱銘佢盲嘅，曾憲子你跛嘅，啞噶你，唔講嘢冇人話你啞啦，係咪？喂，呢啲係暴力語言，有啲人話鬱文最興啊，我哋有道理，我啲暴力語言背後係有理論基礎嘅，你啲暴力語言咧就等於打飛機，係咪？打完就冇嘅借噶啦，係咪？我哋嗰啲暴力語言背後仲有嘢嘅，有理論基礎嘅，有料到嘅，點同啊？踢爆你就係因為你阿爺噏咗佢外部勢力，你以為執到寶係嘛？咁啊，李柱銘寫咗呢篇嘢用詞不當，你係以為執到寶，夾硬去屈人都得嘅喎。Press for 係施壓咩？你識唔識英文啊？我英文差啲都好過你喎。英文《中國日報》撮呢個《華爾街日報》李柱銘嗰篇文章，要改埋你嘅意思，乜都係咁做嘅喎。你就對照下你就知嘅喎。Direct engagement 係咩啊？直接干預啊！哇，大佬啊，咩英文嚟㗎呢啲？係嘛？歪曲，咁樣歪曲不單止，仲要點咧？講到最後話佢干預奧運喎，政治。嗱，講起政治干預奧運咧，全世界又冇人叻過共產黨嘅喎。政治干預體育啊，小弟啊有一個好深刻嘅經驗，就係80年代初我喺香港時報做採訪主任嘅時候，台北舉辦呢個第二屆世界女子壘球賽，共產黨派人喺香港同佢喺度糾纏，個名啊乜乜搞，用政治搞到最後，共產黨冇人去，人哋俾你掛，即係為咗即係掛旗又係一個問題啦，好多嘢個名稱嘅問題啦，係嘛？到時台北體育館係咪升起支五星旗等等。整件事由頭至尾我都在這裡採訪的，兩岸的代表在香港談判的時候，小弟在這裡，台北的代表叫薛國雄，小弟就是因為那次就跟他認得，那時的環境和現在是完全是80年代初，共產黨無時無刻不利用政治去干預體育。我告訴你，曾鈺成、譚耀宗在立法會裡，你話有時我睇呢啲睇到火鬼，我真係好淒涼。我而家咧個個禮拜三我都要睇翻契弟講嘢，因為我哋有兩個立法會員喺入邊，我聽佢噏乜啊嘛，你明？我又知道嗰啲人啊，啲即係發言嗰個時間點樣咩啊，即係個規則係點，我要了解啊嘛，唔係一定我選要了解，但係我哋有兩個議員喺度啊嘛，睇我噏錯嘢啊嘛，係嘛？咁啊吊我哋架先得㗎。哇！嗰幾個鐘頭係人生最痛苦嘅時候，言不及而又有。語無倫次又極多，係嘛？有啲人唔對題嘅，有啲人揸住個稿啊照讀嘅，
有些讀稿是口語化都錯的，有邊個好像我們這樣講嘢呢，是吧，出口成文很難找，都找不到一個。如果我入立法會，我真的個個都即係眯埋隻眼咁樣啊，講嘢都贏佢，話俾你聽。我國體啊，好淒涼，個個禮拜三要聽嗰班契弟喺度講嘢，煞有介事，以為執到寶，其實講到尾就為咗拍馬屁，係嘛？為咗影響選情，李柱銘咧你又抵死，你俾位人哋入，係嘛？有些人話 timing 唔啱啊，抵死。但是他這篇文章現在不寫什麼時候的，舉辦完奧運才寫，是不是？他有個這樣的觀念，有個這樣的看法，他相信這件事奧運舉辦完才寫，是不是？看整篇文章說什麼才行的。有一張叫明報，我都在寫稿的，兩個禮拜一次，遲早可能四個禮拜一次，再遲些可能沒得寫。他今天做了一個明報民調，結論是超過一半的人指李柱銘的言論損害民主黨的形象。問什麼問題呢？第一條，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早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呼籲各國領導人與北京藉北京奧運的機會向中國施壓，改善民主人權。請問你是否同意李柱銘的說法？這個問題本身已經有幾個錯誤。第一，你歪曲了李柱銘那篇文章的意思，是吧？第二，你斷章取義，成篇文仲有其他前文後理，你只是揸住呢句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寫文叫美國、英國向中國施壓個利用奧運，咁你同唔同意啊？結果答案有 52.99% 嘅人表示不同，你咪誤導咗啲人啊！但係即使你誤導，都竟然有30% 人同意喎，認為李柱銘講得啱喎，做得啱喎。認為李柱銘做得啱，就是認為明報撮李柱銘講嗰段說話啱喎。問完第一條之後，咪梗有第二條啦。民建聯曾玉成認為李柱銘的說法構成外國干預中國內政，你是否同意呢種說法？同意嘅有40%多，唔同意嘅38%。第三條，你認為李柱銘有關言論會否影響民主黨的形象？有54% 認為會。這些就是誤導一條，就誤導了第二條，跟住誤導第三條咯。即是話很簡單啊！我昨天見到你老公同條女飲咖啡，跟住阿月咧就同你再同你講嘅時候，即係講咗俾阿月聽，阿月咁啊就同再轉翻覆述嘅時候，昨日咧就見到你老公咧就即係同一條女咧就去開房。再嚟咧啊！我昨日一見到你老公咧，就同你一個女朋友去開房。再講咧，講下咧，就已經唔知變咗乜嘅啦。可能就見到你老公同三條女玩四 P， 就係咁咯。有啲係惡意嘅，嗱呢啲咪惡意咯，阿哥。仲扮曬即係客觀中立、公信力第一，咪呢啲叫明報咯。信報嗰個陳景祥又係俾中聯辦入咗橛㗎啦，我話俾你聽，係嘛？左兜右兜，到最後又要露出真面目啦。嗱，你好易睇嘅，去到呢啲關鍵時刻，啲契弟一表態咧，你就睇到我哋睇呢啲最叻嘅，我話俾你聽。所以點解我話黃岸賢俾共產黨入咗半橛就係咁解啦？因為佢講嗰個英美勢力一樣啫嘛，話民主黨又係英美勢力㗎嘛。我睇佢禮拜三點樣寫你署名呢單嘢咯，係嘛？即係。看到的嘛，你怎麼騙到人的，是吧？這樣玩法就行。